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ompson。今天我们接着来对比家具里面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区别。Let's go。首先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，在这个里面我拿不出来，对它真的好亮哦。它的广东话叫顶灯胆，它的普通话叫电灯泡，电灯泡。下一个我们讲它，就是这个，它的广东话叫叉叔，普通话叫插头，插头。下一个我们来讲它，它的广东话，广东话就是鼠柜，它的普通话叫冰箱，冰箱。最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东西呢，它的广东话和普通话就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啦。好啦，再来这个亮爷，广东话叫冷气，普通话叫空调，空调。今天就讲这里啦，那么我们明天见咯，再见。